镜头前受出伤势，额头、眼睛都被殴打到淤青红肿，后颈甚至还有抓伤痕迹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在医院劝导家属，竟然就被殴打。就这么辛苦，然后为他们尽心尽力，但是那就有一个陌生男子这样突然间冲上来，然后也不问什么，然后就开始狂打。想到事发当下还是惊魂未定，18号凌晨3点多，42岁林姓男子到医院探亲，但不知道医院已经更改深夜不能探视的规定，强行闯入病房。33岁伟姓护理师见状后制止并提醒，已经超过探访时间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暴气，开始动手挥拳，造成护理师满脸挫伤，所幸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。那我本来要逃出去，但是因为他力气实在太大，然后他就真的帮我那个门口挡住，所以 我真的逃不了，我就是从门口给他打到厕所了。对于医院内发生暴力事件，院方表示无法容忍，将会采取法律动作，也认为应该要加强警力。现在所有的医院警卫，大家去看，老弱残兵，不要说他来保护医疗，连我们医疗人员还来保护他，这就是什么关系？这就是因为经费的问题。以致本所提告伤害罪及医疗法，目前本分局已掌握犯嫌身份，将迅速带案侦办。警方也重申，对于任何暴力伤人事件，必定会严查就办。目前已经锁定犯嫌，会尽速将他逮捕归案。新闻于嘉宇、徐伟成、黄荣昌报道。要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